哇，吉吉。呀，蕾蕾都这么大了，现在很太白金嘛，21公斤啊。活泼的小孩。他那时候来是满脸被蚊子叮的时候，那是几个月还不会走路的时候。你要干嘛？没有啊，那是什么？在上面。我关起来了。对啊，怕你跑进去啊。他没坐过火车吗？他没坐过高铁啊，高铁那是有啊，坐过台那个台糖的小火车啊，那个不算好吧，那个板车好不好？那都一样啊，不同的形态的火车。你坐火车开不开心？爸爸讲，看着那个镜头讲，开心。啊，火车长什么样子？你也不知道。你还害羞啊？对呀、啊，害羞。我不知道。啊，喝一喝好不好？不要放太久。痛。再起来。小心哦，不要太靠近。痛。痛。痛。哎，我走哪就跟哪，你看，很奇怪你。你要干嘛？你要睡觉了？你又想睡觉了呀？看到什么？看到。你要交朋友吗？弟弟呢？你们要跟弟弟握手。对，你要做好国民外交。哎呦，沈泰瑞，跟弟弟握手。应该从这边过来还是这边过去啊？这边还是这边？弟弟，那个哥哥不会握手。我们现在要攻守。哎，哥哥，哥哥不会握手。火车进来了。都上哇，一群呢、欸！对啊，我们走啦。这是观光团吗？我们没走。要等啊，等全部上车才会走啊。对啊，有些人还没上车，这样很危险。到了。跟大家拜拜哈！我们车子在哪里？我们的车子在哪里？车子停哪里？好多都没有开。
车子。槟榔树，又可以赚很多钱吧？槟榔树，妈妈说的就是高高的那种槟榔树。这个是补补。刚才还有发现什么？香蕉。香蕉哦，香蕉。这里整个像山洞，对对对，出去了吗？
了。那边嘛，看那边嘛，那边有河流，没有水了。车程跟水里不一样吗？不一样呀。人家问那个车长。水里是在过去吗？还是在下一站？应该在下一站吧。
我在这有印象的是有一个看都是那种很老的房子，然后啊，它等一下哈、哦，有一间店很特别，它里面有好多种电话，然后是古老的那种电话，古老的东西。快木精油可以提神，可以那个对，在左转，没错 ，bingo。你看墙壁都有彩绘，墙壁还有画绿色的。吃饭的时间。这都是老街吗？这是老街吗？它是倒一嘴的，真是。这是老街吗？还有小饭店。老街是阿伯住的老街，是阿伯住的老街，阿伯住的老街，对，阿伯住的，你咋说？这个那个围巾一样，有没有很难爬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哦，你可以哦。这么厉害吗？有这么厉害吗？你是陈太太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50岁。你4岁哦，你 OK 吗？可以，可以哈。后面那个楼梯。哇，陈涛在帮忙呢，你看。对啊。哎，长大喽。你帮我。等等，慢点来。好，这样是可以的。哦，都到了。你很开心哈。我有点忘记了，那时候我还有到那种类似的样的那种。狗狗，狗好可爱的狗狗。我在顾家呀。狗狗在顾家。对呀、啊。狗狗在顾家。嗯。它走这里吗？对呀、啊。它转弯吗？嗯，这个好难哦。那我帮你好了。好，我走。不用啦，走走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的。我可以的。这就没有印象了呢。石头啊，石头，快往下走看看，快往。这层老街啊。我已经很久没来，我那时候在左大农还没认识你，是不是？对啊。那时候。认识爬爬照哈。6年前，哎，怎么爬爬照？正常好不好？我还是这样哎。我录起来，你看。哦，所以你这样姿势很娘。哎，玩大多都是这样讲的，就娘到死。我车子有靠边。右边点，对对对，你看这壁画。汤马士。汤马士。这个都是。他给他绣光了，对姨妈呀，这是汤马士，这是汤马士的火车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它是蓝色的，对不对？啊不，啊，今天星期几啊？3。啊，哎，莲花池，莲花池，又摩托车来的。那边可以休息的地方。小心哦，吼，加加劲。小心哦，不要太靠近哦。觉得很新奇的存在。哎，有船哎。这边北，哎，有船哎。好舒服哈，来来来，跪着，躺着呢，躺着睡觉。呀。
躺着，睡午觉。开始翻滚，开始翻滚。哦，好舒服哦，睡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你睡起来，我们再回去好了。镜子也是啊，那么神奇。镜子也是。我刚刚看到，所以我才回去。对嘞。鲤鱼，怎么没转过那里呀、啊？哦，好大哦！哦，你看，好大只哦！鲤鱼，鲤鱼好漂亮，好大只哦！爸爸，你看，鱼好大只哦！大只哦！好大只哦！对呀、啊，都过去了，我拍不到。我这个觉得好快，这个觉得好快，这个。游过去了，这里好多那种鲤鱼，有颜色的。我不要看了，看它走过去了。好了，坐着休息一下啦，有点累呢。你在演戏哈、啊？这边也有大鱼，你坐下来好了。这边也有大鱼，对呀，大鱼。好，坐着休息一下。我那边也有鱼，那边也有鱼了耶。大鱼鱼哦。那个什么天安会馆完全关起来了。对蕾蕾不可以过去哦，蕾蕾，嗯，不可以过去哦哈，因为你已经长高了，这个栏杆太小了，太矮了，好，蕾蕾，啊，坐着吧，坐着休息一下，不然等一下还要走路呢。哎呀，你坐着像爸爸这样子啊，坐着，嗯，蕾蕾在摄影。你看，你在照谁？你要按住啊！你要按住。方向好像要在这里嘞。你要按住，所以你那个要按住没有？按着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按那个，按住。哎呦！赶快过去，赶快过去！你不要动。哎，我好像眼睛闭起来了。OK， 可以。换妈妈了。换赵妈妈，赵妈妈就好了，爸爸不用，爸爸那么帅不用了。什么护照？父子护照？没有，还没。要按住，要按住，你再去按一下。要跟爸爸合照呀。有。有了有，赶快挂。给妈妈，给妈妈，给妈妈。你灯都要闭起来哦。那我都要闭起来，眼睛啊。你都要闭起来哦。好，我那一群那个阿嬷阿祖来观光哎，后面呢、啊？后面那个老街啊，我们刚刚从那边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一群阿祖来吃饱了来这边散步。哎呦，好了，李少爷，我都到了。没有，再按。按住，按住。再按一次，按久一点。按久一点。好，可以的。嗯，好忙哦。对。我在叫妈妈。好的啦，泡太久，等一下没有底片。我还有500多张。电也刚充饱。我这台用很久了，这样啊，对不对？赶快趴着哦，舒服。好，好舒服哎、欸。你看妈妈睡着了吗？妈妈到每个地方都可以睡。我学爸爸的啊。哎，赶快来，趴着来看鱼，快点来，陈大乐来，趴着看鱼来。好了。哎，好来来来，你要趴着，你要趴着，趴着。趴着。无尾熊。无尾熊。抓得到我们吗？不要乱拍哦！乱拍，小心小心！乱拍，乱拍。他可以把他摄影作品po上网络啊！对，然后他四岁而已啊，不满四岁。好了呀！好，拍照。爷爷，你们叫他。
有 BB 啊，你过去啊，蹲下来，来，你过来啦，好，来过来，好，大只的，来来来，大只的，看到大只的吗？那里大只的，大只的，大只的，我没有了，要摸摸手，好啊，你去摸摸它，你跟我一起去啊，你跟我一起去，我是一起去啦、啊。你要跟你什么？你跟我一起去呀、啊！说你跟我一起去、啊。好好，来来来。你可以近靠近吗？啊，它躲起来了啦。它也很害羞吗？你要靠近了吗？要出来了。他怕你呀、啊，因为你太大了啦，他怕你呀、啊。你要过去摸摸他看看。你跟一起去啊。我怕他把我赶走啊，妈妈太大了啦，啊他跳水了啦，你看啦，跳水了。耶耶耶耶！起来！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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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他脚脚在游泳，你看，有没有？他脚脚在游泳。他游去哪里？跟我一起去。好吧，你跟他一起去吗？跟我一起去啦。你去呀、啊。又绕回来了。他们好不赢哦。啊，游回来了。说 Hello， 我是陈泰瑞。真的吗？那他要跟你做朋友了耶，好棒啊、哦！他在洗蓬蓬吗？有吗？摸手了，哎，这么大！摸摸手啦！那你要起来摸摸手。那你要起来摸摸手。他没有手手啦，对不对？会怕我妈妈，我怕妈，她会怕妈咪耶。过来，你没关系，你怕。过来，你看。呱呱呱呱呱。怕啦。好漂亮哈、哦。不怕啦，哎呀哎呀，哎呀，这里有虫虫可以吃哦。这里有虫虫可以吃。哎，大便。哎，大便呢？那个白白就是大便，在水里大便。啊，鱼就会吃那个大便。爸爸的在哪里？在水里面。那你的屁股好可爱耶！你的屁股好可爱。这不知道什么鸭哦。水鸭。谢谢。真的吗？大便在哪里？一个吞下去了吗？你就看它的屁股落忽然有个扑通，然后有白白的那个就是它的大便。他们在吃微生物是不是？他们在吃中餐，原来那边也有，又大便。对不，那个也在大便。对呀、啊。这个也在大便。那他怎么没有起来？怎么没起来？怎么没起来？过年破事会太多了。怎么没起来？他怎么没起来？好了好了，我没起来，他怎么没起来？陈小瑞，这是以前吊木材的，然后木材把它吊到池子里面去浸泡，然后泡完之后，由那一座把它吊上来。然后会有外国客人在里面挑木材哦，然后挑完之后再送出去这一号，然后给火车载出去了。然后
这里有 seven， 嗯，很特殊的 seven， 汤林业，有人在演奏萨克斯风。吹这个吗？会啊，初董好像会吹这个。那看起来他身材好像蛮臃肿的。办得不错。他要叫你走那边上去。哦，左转过去哈，他要左转过去啊。没装，哎，没装，这是没装。
停车场可以停这边啊，你就坐到吉吉，然后再坐火车过来比较好。嗯，没错，这建设不错呢哈。对啊，这很棒啊，很特别。这个真的只适合平常日。你看我多会选在礼拜三过，你看。嗯，也对。今天组装酒啊，还可以快进去。那可以吗？这个是那个东西哎。哎，酒庄。哎，是要这样封的耶。然后把那个拴住，然后把那个软木塞塞在里面，封起来哈，锁起来的啦，塑胶的要锁起来的，预热锁。嗯。